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2月28号、3月1号以及2号，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一各星座的运势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牡羊座，哇，这个周末呢充满魅力哦，桃花朵朵开。第二个呢是双鱼座，滋养心灵，内心富足，意思就是去看戏啦、看表演啦，然后听听演讲啦，那内心有一种啊觉得非常受到滋养的感觉。第三个呢是狮子座，哎，投资运啊跟桃花运都不错哎，然后让你有称心如意的感觉。特别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巨蟹座，跟你的另外一半啊，跟你的情人哦，互不相让哎，情绪可能有一些起伏哦，有点难过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因为你的压力过大，然后你又找别人的茬，然后争吵不休，建议你啊要多一点耐性。在幸运颜色以及幸运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的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4；火象星座的朋友呢是蓝色，数字是1；水象星座的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2；土象星座的朋友呢是淡绿色，数字是8。